来科普，大咖来科普。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局长郭真慧，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边在线上跟大家见面。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呢，已经遴选了境内哦具有发展国际旅客市场的观光业者，针对英日韩泰粤语系的多国语言的友善环境的一个推动进行优化的一个辅导，那提升台南市观光业者观光产业的友善接待服务，强化国际观光接待能量。此外也规划计程车司机、公车司机的日韩语培训课程，还有英语的培训课程，以及本次台南市多国语言友善接待服务优化计划的专案辅导，要从各个面向做好安全旅游环境建制及友善化，进而逐步带动整体旅游接待服务友善国际化之提升。台南市多国语言友善接待服务优化计划即是针对台南市辖内领有合法营业登记之观光旅游相关业者进行甄选辅导，并且由最熟悉国际旅客接待的台湾入境协会台湾旅游入境旅游协会来执行。该协会成员经营业务范围遍及全世界，深耕海外市场多年，对于海外组团社与市场动态掌握度高，累积多年的海外市场推广经验，最能了解国际观光市场行销要点。本计划的三大亮点，一个是市场面，结合台南市的国际目标市场的日韩泰粤英语系之台湾 KOL 地接旅行社，分析旅客需求与偏好之各国接待标准，为这十家获选辅导业者量身定做个别市场的一个建议，旅客的一个需求与接待的一个方向。行销面则透过辅导委员亲自到业者营业场域进行访视与洽谈，挖掘参加业者的国际接待能量及友善亮点，并提出更正确的接待语文翻译。后续跟搭配外籍旅游达人游记与入境旅行业者实地的一个采线，发酵海外读者对台南观光的关注与组团社对台南游程安排的指引度。那最后呢，接待面则提供参加业者接待文字的免费校正及接待能量优化建议书，让业者能透过本计划实际改善并提升国际接待的做法，透过入境旅游业者从他们的角度来辅助台南的观光产业的业者，进而强化国际市场，然后也让这个整个国际化的一个能量可以再次做提升。